我遇上救生船，将我们救上岸来。实才听活婆言道，才知你在此处居住哦。
老爷知，还有什么不好讲的？有话快些讲了出来，我就是做。哎呀！啊，贤婿，想我女儿在此为主，乃是不得。你说出如此话来，叫他何言答对呀？大员工，你的女儿在此为主，身穿这上等衣服，定是做了这些之事，你要与我问个明白。待我问来。啊，儿啊，你在此为主，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啊？